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中寮乡公所今仔日也以着超级盛典金牌老爸为主题，来进行18场无冠父亲的表扬活动。当中还佫特别表扬全国好行政好行楷模林金杰。伊虽然对着癌症也定期来接受化疗，不过犹原担起照顾90多岁大家责任，善良有孝心，互伊得到这项荣耀。众人依照热情的破声迎接着各村的模范父亲，当中这位林金杰女士马上当好敬佩，宣讲得着癌症，经过着真侪遍的化疗，身体正虚弱，不过依然担起着照顾大家的责任，相当用心。生五六个拢无生查甫只，啊，阮大家嘛拢足照顾我，嘛拢足上款话食，啊，对我真好啊，嘿啊，啊，伊都食老时阵都红甲细只个拢总走啊，拢走啊，就是我爱照顾阮大家啊。因为大家对家己的疼惜，当作是亲生查囡对待，后来更是互相扶持着20多年，安尼动力，互林金杰转换为对抗破病上下的武器，也有效，也因出来得到全国好行政、好行楷模。而且对我们也都很好，很疼惜啦。所以说真的要让他去养护中心或哪里，让人家照顾我们也舍不得啦。另外，中寮乡公所这边以着金牌爸爸为主题来庆祝着父亲节，因为每一位爸爸对子女来讲拢是上重要，而且无平凡。公所吼，逐年拢来举办这吼，感觉讲非常有意义，啊嘛会当讲提振人的心理，讲啊，咱来做好，来做迄个楷模，安尼。现在大家都出外去打拼奋斗，也是做事业，孙子都在外面读书，所以可以跟阿公阿嬷或者是跟爸爸做伙时间较少，所以也趁着这样的节日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回家陪陪我们辛苦的父亲。今晚还父亲林雅添作为着旗下的班长，每天是上优秀的环保志工，平常时热心服务民众，并且用心教导子女，这边嘛代表中寮乡接受到南投县政府的表扬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